You are watching Toys TV.玩具 TV 第廿七季第十三集大结局。嗯，系啦。你睇紧咩啊？我睇紧稿。哇，即系有时咧，好叹息，即系内地嗰啲公司真系好厉害。系。即系呢间我嚟紧介绍间公司叫再胎暗源咧。嗯。好似聽聞佢今年之內咧會出200多款嘅 SKU， 即係款式，即係簡單講款式啦，嚇、哦啊！即係佢除咗 Warhammer 呢個40,000之外咧，我成日都讀到4,000啊！仲有佢本身自己嘅原創系列啦，個叫即係好似戰星神系列啦，會不斷咁出。咁我哋都好開心，我哋會一路會幫佢短期內啦，一路都會幫佢介紹啲產品。係咁啊！本身其實戰星神我自己都有入手嘅，咁啊主要會有兩個唔同比例啦，一個就一。比十八啦，另外就會細啲，一比24到啦。係啦，連埋個機械㗎。係啦，同埋本身佢嗰啲細嘅 figure 咧，個雕工啊、象徵度都好高。咁同埋佢嗰啲機甲系嘅咧，都價錢真係好吸引。哇！即係600多至到1,000元到咧，成隻。我想好似每1,000元咁貴。係啊係啊，900到好大價嘅，好誇張嘅，因為。香港唔係好多地方賣㗎，都冇咗啦。不過大家都可以上翻啲相關網店啦，咁啊去睇翻啦，或者部分小店都可能有都唔定。即刻試下呢個 Warhammer， 係啦，佢攞到呢個版權都勁喎，我想講。我又覺得幾啱配，因為佢除咗係 Warhammer 個 story 好豐富咧，咁佢可以真係係咁出啊，出到風冚咁啊！係啦，而且我發覺咧，真係 Warhammer 啲 fans 真係會買，因為佢真係出得好嘛。係啦，咁佢又價錢又唔係貴喎，佢分分鐘佢連埋油嘅成本，可能係同佢哋企差唔多價錢。同埋，我有冇記錯係咪 Necker 出啊？另外一個牌子，定係麥花領個跳住嚟出。其啊，我唔係話麥花領佢出得差，佢麥花領都出得唔錯。大件價都食啦。但係呢隻嘢真係堅。係啊，真係堅。因為佢裏邊咧個複雜性係好多啊，可能要叫阿 Ricky 嗰個即係 hold 實佢。係啦，我揸一個圈。咁啊，不妨講下人設啦，好嘛？嗯，好啊。哇，呢個係 Space Wolf， 就係一個叫太空戰狼部隊嘅鋼鐵牧師，哇 ，Iron Priest。係。咁咧，其實佢係一班我哋叫做工程師啦，戰鬥工程師啦，即係話佢哋又懂得裝地雷啊、拆地雷啊、掃雷啊、整固人啊嗰啲嘢咧，就即係戰鬥嚟講好厲害嘅。所以喺戰場上，通常呢部隊咧係叫精英部隊。係。咁啊，其實本身佢有另外一個系列，就用咗呢一個大型嘅裝甲服啦。咁亦都有即係幾。天主教風嘅 character， 純粹叫 Gothic， 係啦 Gothic， 咁啊變咗你其實即係玩呢個 Warhammer 咧，變咗無論你玩棋也好，真係買啲白鐵兵自己遊都好，真係玩戰棋都好，甚至而家玩成品嚟緊，仲要有電影，係撲街啦呢個。不過係如果唔知道咧，就唔知嘅，但係知道咧，其實 Warhammer 係上市公司嚟嘅。是啊，好厲害的，他的生意已經做到很有規模，很有軌道。我初初聽到哇，唔係，同埋內地都很瘋狂，即係佢哋開啲專門店咧，就有啲叫師傅做咩？我梗係俾啲朋友睇一睇佢，即係可怕在啲咩地方咧？唔都有句，我唔真係唔係話麥花領出得差，但係再胎真係出得太好。你會見到本身其實就住一啲細節位咧，一陣轉頭先同大家玩下啲關節呢路路啊。電線啊，喉管啊，上色啊，舊化金屬感啊，全那部做曬俾你。我一亂咁估咧，我當佢拆件即係高廠啤出嚟咧，可能超過200件。你睇翻本身，譬如話就住牧師呢一個咁嘅龍形嘅裝備咧，嗰、個金屬色嘅上色咧，完全唔 hea 啊，大佬。即係相比嗰啲高手話佢自己企嗰啲咧，其實我諗絕對唔會話係有太大距離啊。但係因為工廠成品喎，加佢哋手油啊，放大咗咁多。我玩下啦噃。嗯，玩啦玩。其實咧啱揸上手嘅啫嘛，而家就叫做即係喐緊佢個金屬臂啦、龍臂啦。咁你會見到佢就住個接駁位都有一個球形關節，亦都有一個一定幅度嘅 join 位嘅。咁當然可以上下。同埋前後啦，咁因為本身嗰啲喉管全部都係軟膠製嘅，咁、所以變咗你點樣扭咧都唔使擔心。哇 ，Walker 都興趣喎。係啦，呢一度呢一節咧，你亦都見到佢係即係都算係有一個幾精，即係幾精細嘅油壓管嘅。誒係喎，佢唔會跑空咗，我去練翻啦。係啦，咁啊當然個龍頭喐唔喐得咧，係得嘅，1:18。
咁啊，玩完呢、這、一個拆唔拆得㗎？個背脊唔知拆得嘅。哇！哦，喂，點可以換裝備啦？咁即係佢預埋你，即係玩呢一個 scope dog 咁樣。咁、哦、啊，當然啦，就住側跟潛望鏡同呢一個偵察器，亦都係可動嘅。不過你記住望落去咧，佢係唔可以前後㗎，但係就絕對可以左右嘅。咁啊，啲膠咧亦都好舒服。咁啊，真係喐嘅話咧，或者睇一睇佢已經立咗架撐嘅一個戰錘嘅手先啦。咦，我哋要多謝阿 Anson 啊 ！Thank you Anson。佢話一路睇玩具 TV， 一路砌模型，好享受啊！哇，真係正！我都想一路睇一路砌啊，大佬。威水啊！都有人一路睇玩具 TV， 一路沖涼嘅，咪當心機聽啫嘛。好啦，咁你見到其實就住呢一個裝甲服咧，佢亦都有好唔錯嘅靈活度嘅，咁手踭位就90度啦，咁另外你會見到側跟佢嗰個肩膊位其實都有預咗好多空位咧，等你前後，嗱呢一個位就睇得清楚啦。佢向前喐本身因為入邊有一個類似膠質嘅東西，有一個直軸，就令到佢呢一個向前嘅擺幅係非常之順暢嘅。咁啊，上臂係正常嘅橫軸啦，咁啊有一個好幫你換拳頭嘅球形關節啦。但其實你見全部關節位咧都幾實嘅，所以變咗喐同埋玩嗰陣時都 OK。腰你會見到其實係兩節嘅設計，由呢個心口到到腹呢一個位咧，係一個好大嘅可動幅度嘅。哇，都好犀利喎，真係！因為本身其實係上面一個波頭嚟嘅，咁變咗你可以喺上面轉，同埋喺腰同埋 hip 嗰個位咧一樣設計，咁所以變咗佢上身腰嘅擺幅係非常之舒服，向後前面因為個肚腩有一個裝甲嘅變咗頂住啦，好似你咁，冇差，好腳上翻個背脊先，好啦。基本上呢一類型嘅玩具係即係軟膠製咧，你真係唔使點樣擔心去扭同埋去玩嘅。係，因為 PC 咧就冇咁易扭斷嘅，所以就喺度係放。係啦，重點就係你會見到佢呢個膝關節，以為佢呢一個咁嘅外形好笨重咩？佢呢一個膝頭哥都絕對可以屈到90度嘅，仲要屈得好靚嘅蝴蝶關節。前面亦都同你做一個補完，變咗你向前膝屈膝嗰陣時咧，膝頭哥嘅甲同埋下邊一個咁嘅遮丑位都係做得非常之靚嘅。腳腕上面一個波頭，下邊一個波頭，令到佢本身喺呢一個腳腕嘅活動範圍係非常之大，你會見到向內彎嗰個幅度係黐線嘅。當然鞋頭亦都俾埋一個可動關節你。所以如果真係當玩具玩呢 OK， 你唔使就即係外形同呢一個可換性都兼顧到，賣幾錢？係啱啱講一次，最69美金，即係大概756500多元啦。中意窩蝦埋嘅你，你都唔使擔心，基本上呢一個系列你可以全入，負擔得到，直頭全入啊！就算唔玩窩蝦埋朋友，一個作為一個 action figure 咧，其實冇錯，你可以話喂500多元喎，但係呢個佢 size 其實佢已經差唔多6寸高啦。同埋見到咁多關節同埋上色啦，我自己上色真係好神奇，好難上噶。其實我見到好多好大部分都未必係可以用模具做到嘅上色嚟嘅。佢真係未我可以大膽講啦，佢冇失禮到即係玩 Warhammer 嗰啲師兄們咧，即係佢哋遊得好靚啦，當然。但係佢如果作為成品，我諗佢哋應該都接受，因為我即係親眼見到好多係走去買。冇咩補充啊，基本上都好玩，上色靚，完啊！好，陸續有嚟，下個禮拜可能介紹頭先德哥中意嗰啲啦，嗰啲科幻冰冰，唔係范冰冰，轉頭見，李冰冰，陳冰冰，蔡冰冰。You are watching Toys TV。